看来案子要有进展了。这是有人匿名送来的有关金方明违法的证据，很详实，凭这个就足可以将他拘捕。得人心者得天下，东江公司的行为已经引起同行的许多不满。我觉得如果再扩大调查范围，很可能会得到更多意想不到的证据。从好的方面看，这应该是个好的苗头，但从相反的角度去考虑，这也许是个阴谋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这件事开始松动了，那我们就可以找到突破口。李刚，记住一点，千万不要让人牵着走。明白。请进。小梦，有事吗？汤总，我想找您谈谈。汤总，是不是公司的人对我有什么误会啊？不会吧？那天晚上的事儿，您跟谁提起过吧？没有啊。啊，我忘了告诉你了。我们公司安装了全程闭路监控系统，所有的角落都在监控之中，所以那天的事儿，不过也怪我，我应该跟他们去嘱咐一下就好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负责替你去澄清。哎呀，金总这个人呐，我真没法说他。公司所有的女孩子她都动过心思，按理说呢我应该提醒你一下，可这毕竟是私人的事情，所以我也难于启齿。不过哎呀，女孩子在外面闯荡世界还是要学会保护自己。嗯，还有别的事儿吗？好，那先忙去吧。啊，你放心吧，没关系。喂，李队，他又来了，我可以下班了吧？啊，嘿，少废话。喂，你这是从哪儿来啊？风尘仆仆的。工地上，刚刚同你母亲一块儿去视察了一下工程的进展。是继母。继母，不过我觉得你继母对你蛮好的，她对你投入了很多的感情。你了解她吗？你根本不了解，包括东江公司，你根本不了解。我怎么不了解？东江公司嘛，它是一家很有实力的国有控股大公司，就连你的父亲也在其中占有了很多的股份。我知道你很有事业心，很想干一番事业，很想把一件事情办成。可是有些事情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说说看。你自个儿慢慢体会吧，我的话你也未必相信。我只是想提醒你，遇事多问几个为什么。还有啊，除了工程以外，其他的活动一概不要参加。为什么？怕你惹出是非，耽误了自己的前程呗。怎么不说话了？伤自尊了？
我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但愿吧。观看我干什么？吃啊！小姐，先生，您要的花。谢谢。送给你的。从哪儿学的这一套？你不会每次见面都送花给我吧？怎么？难道你不接受我送的玫瑰花？我特别喜欢玫瑰花的味道，看在你送花给我的份上，我也送你一句忠告，对那些工程要把好质量关和合同关。接着说，我洗耳恭听。因为你是和那些人打交道，无商不奸的道理你是知道的，尤其是那个汤永静，这些年我可以说对他有入木三分的了解。就我最近这段时间对他的观察，我觉得汤总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。他是一个非常聪明而且非常有远见的企业家，在这一点上你应该相信我的专业知识和我的职业嗅觉。那我就不多说了，以免伤了你这位经济学博士的自尊。来，我祝你事业有成，干杯。其实我觉得汤总对你非常的关心，真的。你是在为他当说客吗？免了吧，狼外婆什么时候都是狼，不会变成羊的。你怎么不喝呀？待会儿我还要开车，为了你的安全，我还是免了。但愿咱们俩都安全。哟，快下雨了，你要不进去就早点回吧。那行，那你先上楼吧。开车小心点啊。嗯，拜拜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想，只有在这儿才能找到你。看来你们处得不错。我去东江公司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当然知道。可是我不想在东江做了，这工作不适合我，因为我担心。好了，别再多想了，能在东江公司做秘书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儿，更何况别人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才这么照顾你的，我只能做这么多，其他的我真的帮不了你，我希望你能好自为之。我只是想看看你，只有见到你的时候才会觉得心里踏实。我们不是说过了要好合好散吗？
上车吧，我送你回去。以后别再这样。楚斌，我想告诉你，你要跟我分手也好，不爱我了也好，但我不是你认为的那种女孩。从小到大，我一直正正经经的做人，从没干过任何见不得人的事儿。你可以不爱我，但你不能随便听信谣言，单凭别人的一两句话就不辨真伪。我不想在我所爱的人心目中留下一个恶名，请你相信我，因为我以后还要生活下去，有尊严的生活下去，你懂吗？我相信你，可一切都晚了，我们已经结束了，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了，这样对你对我都好。她应该是个好女孩，你们也很相配，我以后不会再纠缠你，祝你幸福。诗言，你这样会感冒的，快上车吧。你回去吧，小心开车。自己保重。汤总啊，我是楚斌，我想跟你聊聊，就是现在好吗？孩子，关键是他肚子里的孩子。说实话，我到现在都不是非常确定，那个孩子他到底是不是我的。你呀，这么大人了，又是一局之长，在海外还飘荡过这么多年，你怎么这点鉴别能力都没有呢？为什么他一定要认定孩子是你楚斌的呢？他这是在向你敲竹杠。我手里有他的一个证据，是他和我们公司金方明的录像。你知道我们公司一到晚上闭路系统全程监控，所以那天晚上的事情呢就全被记录下来了，保安把他拿到我手里，我也没敢声张，因为毕竟金方明是我们公司的总裁，传出去影响不好。你要是想看嘛，我也可以拿给你看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我为什么要骗你啊？你要是想看，我可以拿给你看，不过你也别看了，就是那些反正。我真不敢相信孟诗言竟然会是这样的女孩子，可是有的时候她干出的这种事情。汤总，你准备怎么处理这件事情？我还没太想好，不过你相信我，
我一定会处理得非常妥当。那孟诗言呢？孟诗言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呢？再给他点钱呗，他不是就想要钱吗？毕竟你们也有过这一段，算是给他一点补偿吧。说实话，我现在呢也比较自私，我更多想的是萧阳。萧阳最近情绪不错，我觉得他真的是爱上你了。他经过那一段挫折，受了很大的打击，你千万不能再打击他了啊！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行了，赶快回去换换衣服。什么时候结婚啊？这种事儿怎么急得来呢？那我问你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辞职啊？我干得好好的，干嘛要辞职？我想不通。想不通也要通。爸，我有我自己的选择，你怎么能强迫我呢？请原谅我，没有听您的话，对不起。孩子，也请你原谅爸爸吧。我能够理解您现在的心情，但是我想知道，是什么原因影响到您去省城工作？我知道，现在青州出了些问题，但这并不能怪罪于您一个人呢。您一直在努力做一个好官，而事实上，您也是一个好官。孩子，虽然你出去了几年，可还是一脑门子的官本位，这可能跟你小时候受的教育有关呢。十多年前，当我还是个区长的时候，咱们共同的母校校庆，把我的照片放到了陈列室，意思就是，我是个成功的标志。
鼓励学生们都像我那样走仕途。我之所以送你出去，就是不希望你再回来做这个官，像我现在这个样子。人算不如天算，你到底还是回来了，还做了个官儿，走了跟你父辈一样的路。爸，你是不是出事了？为什么非要出事呢？我不信。您是我父亲，我太了解您了。哼，到底是我的儿子。不过你放心吧，也许是你爸爸当了一辈子官儿，对官场厌倦了，别人都以为你高高在上，大权在握，就嫉妒你，盯着你。可人无完人，你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，都会有缺点，会犯错误，知道吗？您说了半天，还是没有说明白。跟萧家联姻，把你的才华用到商业上去，做一个实业家。孩子，如果你还有一点孝心的话，就看在这些年你父亲含辛茹苦把你培养成人的份上，答应我这个要求。爸，我看我们还是采取折中的办法。我跟萧阳的事儿，我去听您的，我会尽快解决我的婚姻问题。至于我今后的路，还是让我自己走。爸，您就让我为青州市的人民实实在在地干完这件事儿，然后再走，也算是我没有辜负您这么多年来对我的培养和期望。总之，以青龙湖度假村为中心，向外辐射的所有的旅游景点的施工建设都进行得非常顺利。汤总啊，这后续的资金能不能及时到位啊？啊，资金不是问题，大家对这个建设项目非常有信心，所以资金没问题，这点你放心。是不是今天就先到这儿啊？好好好，好的，不错。走吧，到我办公室坐坐。行，来，请坐。他现在怎么样了？谁呀？啊，挺好的，挺知足。一个三陪女混到一个大公司里的白领，也算是他前辈子烧高香吧。他没有什么特长，他在这里工作是不是不太适应啊？哎呀，什么适应不适应的，一个大公司养活个把闲人，太正常不过的事儿了。怎么还想着他呢？啊，没有，只不过随便问问。
喝咖啡。哎，行了，你别再心挂两头了。放心吧，这边我已经摆平了，不会有人知道。哦，肖阳那儿你也别跟他多说什么啊。我知道了，谢谢唐总。别客气，一家人别说两家话。来，过来看看。小梦，给我倒一杯开水。好啊。小梦，哎，哎呀，干嘛呢？把我想死了，给我听口好吗？等一会儿。哎呦，啊，你急什么呀？讨厌，讨厌。关了吧。真好。你来呀。好，我过来了啊。大姐，有个姓孟的家在哪儿？姓孟的，哎，在这儿，就在这儿。哦，谢谢啊。啊，没事。有人吗？来了。唐总，你找小孟？不，我找你的。找我啊？好，你快请，快请，快请。有客人来了，请他爹，这位是啊，这是东江的汤总，也是小院的新领导。汤总，你好，你好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您看我这身体也不能好好的招待您。别客气，别客气。哎，汤总，你这么忙还亲自上门，其实我也是东江的老人了，两年前才退休的。你坐，你坐。哎，快请坐。我现在身体挺好的，如果公司需要我的话，唐总，您尽管吩咐。哎，别客气。他爹，你坐下。公司领导来咱家，肯定是有事要跟咱说。坐下听。好，是啊，是。唐总，您一定有事儿吧？也没什么大事儿。最近诗言到了公司总部，工作的还不错。薪水嘛也不低，是啊是啊，但是说闲话的人也不少，不过这没什么，现在干什么事儿没人说闲话呀。是啊是啊。汤总，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，我和他爹都是直性子的人，我们说话不会绕弯子的。哎，有些事情真是难以启齿，可是还是得说呀。楚斌你们认识吧？是。我们和楚家是世交，楚市长对我女儿萧阳非常忠义，我们老萧呢对楚斌也非常疼爱，我们现在就想选择一个良辰吉日给他们两个办喜事。这是怎么回事儿？没错，楚斌到你们家来过，你们一定以为他们，哎呀，他们只是在路上偶然遇到的，就交了朋友，结果还可以是朋友吗？我的意思啊，你们劝劝你们的女儿不要有其他想法，这不契合实际吗？不，不可能，明明是楚斌他爹，让人家把话说完嘛。是，我也是最近才听说，你们女儿用了一些不太正当的手段，把事情搞复杂化了。汤总，
您是个大人物，我是个久病在床活不了几天的人，所以也不怕得罪您。我觉得年轻人的事情嘛，应该由他们自己定，是好是坏，是真是假，他们自己会判断会解决，我们这些做长辈的就用不着操那份心了吧。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，楚斌现在正处在关键的时候，这样的话会影响他的前程。你把话说明白，我女儿怎么影响他的前程了？他总是纠缠着楚斌，说楚斌跟他谈恋爱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楚斌根本就没有这种想法。你胡说，楚斌亲口告诉我，他要娶我女儿的。汤总，这事儿让楚斌自己来说清楚不就结了吗？何必亲自劳您的大驾呢？正因为怕你们产生误会，所以楚斌呢，让我来给你们解释清楚。我看这个事情就不要再纠缠了。我觉得孟诗言也是一个明白的姑娘，她也得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，是吧？孟师傅，你是咱们公司的老职工了，很多事情咱们得从大局考虑嘛，不能因为这一点事情弄得大家都不好看嘛，是吧？我不信，你让楚斌自己来对我说。这样吧，老孟啊，如果你愿意，你还回公司工作，工资和待遇我来安排。听说你一直病卧在床，需要钱做手术。这是一张现金支票，额度是空着的，你随便填。也就是说，医疗费我全包了。哎，可说清楚啊，这和楚斌没有关系，和我们公司也没有关系，完全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。汤总，我是个没文化没见识的人，不过我还是想问清楚，不就是不希望我的闺女和你们家争女婿吗？这用得着您花这么大的价钱？我想知道为什么，我想问你个清楚。我一直不想开这个口，怕刺激二位，既然说到这个份上了，那我就如实说吧。你们知道现在找一个工作多难呢，可你们的女儿为什么轻而易举的就到了公司总部，而且干这么重要的工作，薪水也不低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主要是因为她和我们公司某位高层领导的关系不一般，而且什么？你说我女儿和谁？公司总裁金方明。老孟啊，你是公司的老人，你肯定知道金方明这个人在生活作风的口碑一直不好。不会的，绝对不会的，我女儿不会做这种事情的。我女儿和金方明胡搞，为什么你付钱啊？金方明是你儿子还是你爹？老孟啊，你这么说话多难听啊。我这么做既是为了你们女儿，也是为了给公司遮丑嘛，希望你们不要曲解了我的一番好意。谢谢你的好意。我孟宝林人穷志不短，只要我女儿干出那种丢人现眼的事儿，我就杀了她。我女儿绝不会干这种事情的，她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情的，不会的。拿去。留着吧，会有用的。你拿走你的草鞋。他妈他妈来人哪、啊、来人。妈没事吧？爸，大夫，我爸这怎么了？他已经中风失语，情况很不好。中风？
我爸身体一直很好啊，怎么会这样？越是这样的人越容易出现意外。你别着急，我们会尽力救治的。燕儿，妈，你们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燕儿，我问你，金方明是不是你们的总裁？你问他干什么？你到底跟他怎么了？我能跟他干什么呀？您这是听谁说的？这都是胡说八道的。燕儿，我相信你，不过你要跟我说实话，楚冰是不是因为听见了什么要跟你分手？您别着急，都是我不好，我老惹您生气。爸，您放心，我跟楚斌没事儿，他就是听了别人说的话误会我了，我会跟他谈清楚的。他要是知道您病了，一定会来医院看您的。燕儿，你叫楚斌过来，我来向他解释。好，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他。喂，楚斌，是我。你听我跟你说，我爸爸妈妈现在都住院了，而且我爸病得特别重，他特别想见你一面。我没跟他说咱们俩的事儿。你现在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？哎，楚局长，人都到齐了，您看是不是开会呀？我知道了，让他们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就来。哎，好。诗言，我现在正要去开会，这样吧，你代我问候他们一下，等我有空了呢，我再去看望他们，好吗？就这样 ，OK， 拜拜。哎，楚斌，我爸病。燕儿，楚斌他怎么说了？爸，楚斌现在在外地出差呢，一时半会儿还赶不回来。不过他可能明天就能回来了，也许今天晚上就能赶回来。您别着急，您先好好养病。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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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夫，涛宝，大夫，涛宝，爸，涛宝，爸，大宝，爸，大宝，爸，大宝，妈，爸，爸。爸爸。
是谁啊？一个老朋友。孟师傅，以前我年轻不懂事儿，多有怠慢，对不住您了。您一路走好吧。别太难过了。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吗？有事给我打电话，我随叫随到。